悟空、八戒什么的。大中午的，现在吐鲁番的温度给你们看还有多热啊！现在吐鲁番的温度99度，哦，99度了一下，开玩笑呢。周二、周三、周四100度了啊！刮棚底下今天爆掉了。我现在是中午时间段过来的，为了我孩子的奶粉钱啊，现在不能分早上中午了。哇、哦，一进来外面也有40度了吧？今天里面估计绝对50度朝上。我进来就是2分钟，鼻子汗冒出来了。为啥我们的瓜好吃啊？就是因为早晚温差大，日照时间长，我们的哈密瓜呢受到了充足的阳光的照射，所以说我们的吐鲁番的哈密瓜特点就是脆爽甜啊。给大家看一下啊，现在随便拔一个瓜，它的网纹都很漂亮啊。瓜分别一级、二级就是这样子的。现在为了孩子的奶粉钱，不管白天黑夜，还是不管多热，一定要搞起来。一进瓜盆，一定要吃鸭子瓜，听这个声音，啊！香得很啊，这个瓜吃的冒着汗吃着瓜，今天无论如何得把孩子年份钱给他挣够。嗯，还没挣完，挣够的让你吃完了、嗯、吃不完这么多瓜呢。老板说让我进来了，老板让你来一次，你 一天来好几次，要不然我咋吃瓜？那瓜棚底下的瓜是掏钱的，这是免费的。来吐鲁番都学坏了。现在终于体会到爸爸曾经为啥那么拼命的出去在外面上班干活了，我也是即将当爸爸的人了。干活一摸，为了你的大侄儿，快点拔光。